像我们在梦时代的，不行，这样子有待空间，你要都放进去。小宝先生，要十块。想要扭气儿，看一下气儿。他喜欢气儿。小宝，这三只你要哪一个？你指一下，你要白色的。好。那看你可不可以扭到了。出来会不会是狗狗啊？哇，是鸟，是鸟。不对，是狗。然后呢？是狗，是狗吗？我看一下，这只鸟长得怎样？是狗啊！哇，你看这是鸟，是鸟，是鸟。哎，借我拍一下啦。起来就不要吃嘴嘴了，要不要帮你转松一点，再请你打开好不好？好，好好好，好来，闭上。哦，它不是人类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喂，打开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拿出来看看。欸，没有，你已经拿到货了，儿子。是不是那一只猫头鹰？是不是？一样的吗？有没有一样的？他的脸。是难过还是高兴？有点。认真。他做的很好，他的脚掌有。啊？他说什么？他是我的逛街。喜欢吗？喜欢吗？那你有没有秀给大家看？爸爸教过你的，手要挡在后面。一只手捧着，一只手在后面，对。喜欢吗？小朋友们，爱你们嘞！